哈纳斯位于新疆北部布尔津县，与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蒙古接壤，总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。它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，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植物分布区，也是中国北冰洋水系鄂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发源地，中国蒙古族图瓦人唯一聚居地和亚洲唯一具有瑞士风光的风景区。哈纳斯湖四周雪峰耸峙，风景绮丽，发源于彭格多冰山上的融雪汇成激流，穿山破壁奔泻而下，注入云谲波诡的哈纳斯湖。湖水以一去不回的磅礴气势，顺着布尔津河汇入额尔齐斯河，不知疲倦地向遥远的北冰洋奔去。哈纳斯被公认为中国最美的地方，它的名字出自蒙古语，意思即是美丽而神秘。面对这里的青山绿水，遥想到久远的岁月里，那些逐水草而居的古老游牧民族走进哈纳斯河谷，走进这片上天赐予的辽阔草地、茂密山林，会带着怎样的欣喜和感激之情，在山上伐木，于河边建屋，饮马清流，放牧草场，过着自己清静无忧的日子。云端的朝阳日复一日透过积雪的山巅，将陡峭的峰峦映照得烁烁耀眼，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洒满湖面，哈纳斯从雾气氤氲中醒来，那份静谧和美丽也不仅仅是众多生灵的宁静家园，更是他们安详的归宿。生命是一段行程，自然才是真正的永恒。在这片充满情理的山水中，每一个生命都因此而显得更加从容，更有尊严。